们现在在雪地里，然后这边都很安静，然后很多雪都是那种很厚很厚，然后都没有被人踩过的。然后刚才看到了很多小动物的脚印，感觉有兔子啊，有鹿，还有好像还有熊，但他们说熊冬眠了，不一定是熊的脚印。嗯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山上遇到一些幸运的小伙伴们。对，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